大家好，我是吴秉睿，我就读育德高中。这个营队非常的好玩，在第一天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不认识彼此，可是老师还是依旧会给我们任务，我们要在短时间内跟大家沟通，然后画出一个海报，然后在台上分享给大家。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，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彼此，却又为了要达成任务，就必须得开口跟对方讲话。前两天老师都非常认真教导我们，在第三天的时候，我们来到 TVBS 大楼里面参观，我觉得也非常的酷。然后主播们也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告诉我们他们的一天啊，或者是怎么当成主播的。整体来说，这是个很好玩的课程，我还会想再来一次。